我们离开老家，出来打工，眼看着快17个年头了。这些年，我们走了一条很长的路，从乡下一步一步地走进城里。这里边有开怀打小的时候，也有欲哭无泪的时候。我们走了怎么长的路，究竟是为了啥嘞？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阜阳新闻联播。由市劳动保障局等部门联合举办的本地务工人员及外来务工人员就业招聘活动已经启动。小亮上孩子要睡了。我现在是在市劳动保障局的人力资源市场，我们可以看到现场人头攒动却秩序井然。据悉，本次招聘周将提供3500多个就业岗位。据现场采访，主要岗位来自于制造业、加工业、服务业。 近年来，凤凰巢工程吸引了大批早期外出创业的农民工回乡发展的热情，并拉动了本市劳动人才市场的发展。1991年，一场特大洪灾，把我们这些从红榆地里长起来的年轻人，练泥带土的，从老家的泥巴地里。 扒了出来！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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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也不能回去啊。考虑太远了，去广州啊，别想了，我都买不着票。我还有几张去浙江，拿着票赶快走吧。那不行，我们要去广州。土瓜蛋，你知道啥？现在打工啊，都兴上浙江。大哥，那浙江靠海不？靠海，富得很。多少钱一张票？就是。大哥，你这不坑人呢吗？票这么贵。嫌贵呀？好，再等。有钱也没地方买票。大哥，你看这样，你先等等。我们哥几个商量商量。茂盛是跟我从小一块长大的兄弟，是我们几个人里脑子最好使的一个。火车票太贵，茂盛就出了个点子，只买一张票，混上车再说。就是这张火车票，把我们的命运跟从来没去过的城市拴个一块儿。快叫车回去吧！别玩了，快！慢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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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点！哎，让人家，让人家！叔，叔上来了，干啥来了？哎，茂盛长，别过来！轻点，叔叔叔，自己捡起来不就完了？饭都吃不饱了，还叔？那时候，这种临时加开的火车，这小子跑哪儿去了？一走就是好几天。你要是想上厕所啊，那就得等临时停车。要不一憋就是一天。做饭呢？这个？我给我下去找他。你这开车怎么了？哎呀，我就形容这孩子，他跟我一样，人老几辈都是庄稼人，从来没出过远门。这一出门啊，就晕头转向了。起路，大头哥，你快点回来，快点啊！起路。你跑哪儿去了你？拉个筋拉这么长时间，快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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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路，哎，来，来，加把劲儿，加把劲儿，快点快点，一会儿开了。来来来，大哥，大哥，哎，
你砸了没吧？啊！疼疼疼！不是他，那咋弄？这活石快砍了！你快快停停停停停停！哎，你停一下停一下，活石快砍了！来，起来！哎呦，你这咋弄？这活？大哥，看一下，在那个广场等我啊！过去以后别乱跑，我下不去了啊！注意安全，别乱跑啊！啊，我知道了。哎呀，都是你！蓝驴上我屎尿多你，把大哥拉到外头了吗？你还哭啥呀？你没赶上车，我也没赶上车。你叫什么名字啊？王雪晴。大夫，没事吧？没事，急性肠炎，吃点药，打点吊针就可以了。我去给你拿点药，给我4-5块钱。哎，谢谢啊。哦。哥，对不起啊。耽误你坐车了，没事儿。大夫说你没事儿，我也就放心了。那行，那你在这儿养着，我还得有一帮兄弟，我得去找他们去啊。哥，咋？你是还是去宁波吗？是。那您能带上我吗？带上你。大夫刚刚不说了吗？我没事，我已经好了。好啥好啊？那大夫不说了吗？你现在还没好，还得吃药，还得打吊水呢。万一那道上再出点事儿，那咋弄呢？啊，我还有事儿，我走了啊。这姑娘叫秀晴，是逃婚跑出来的。她爹妈逼着她嫁人，她死活不同意。她说她到城里去找她个表姐去。还跟人家出来唱，越唱越远。哎，秀琴，秀琴，玲姐，哎呀，我真忍不住你了。哎呀，你怎么才来呀？我都等你好几天了，还怕你丢了呢。快点，是，是火车把我拴下了。家里还好吗？好。阿姨怎么舍得让你出来了？来，快点。哎呦，大夫呀，带你去体检呢啊。体检，帮我绑。七姐啊，就是那个小饭馆，离我们这不远的小饭馆的老板娘，跟她说好了，你到她那去，包吃包住，工资啊单算。这您呢？那我可太谢谢您了。谢啥？哎，这是谁啊？男朋友？不是嘞，那个大哥是在火车上帮助过我的。哦，那秀琴，今晚我也没时间陪你了，我还有事，要不我找一好姐妹陪你哈？小红，哎，小红。干嘛呢？这是我
我妹妹秀清，待会儿啊，你陪她去七姐那，行吗？哎呦，瞧啊，这姑娘长得多俊呀、啊！你看这眉毛，这眼睛，哎，长得就像林黛玉。行了行了行了啊，别逗我妹妹了。行，哎、那个，等一下叫你啊。哎，我走了啊，去吧，我走了，谢谢谢谢。妹子，人你找到了，那我就先走了。迟了再走呢？迟了再走，也行。钱不对啊，别弄那八块钱，我给他四块钱。闭嘴！什么时候发钱？不是说一天一发的吗？少他妈废话，赶紧干活！你真不干活了？别火车，快点！少说两句。老在老子的地方，赶紧干活！快点，快点！哎，怎么着？还真不干活了？怎么回事啊，老板？我们来的时候说的好好的嘛，我们好好干活，但是你要按时按期的给钱嘛。我怎么不按时啊？你们把活干完了，我一块结给你们就完了吗？干活干活，这钱不给够了，这活就没办法干了。大家说是不是？是啊。好说好说，明天结，明天就结给你们啊。但是你们得干活啊，这工要是断了，我可没钱给你们啊。老板，你要有钱你就今天给吧，干嘛拖到明天呢？是吧，哥？光头大哥，你说话算数不？算数，怎么能不算数呢？来来来，干活干活，快点。还没给钱呢，你说算我说算啊？你说算啊？那就干活呗。大成，要钱是吗？我给，我给你个屎！哎，你打人了！哎，打人呢！打人呢！好了好了，我给我讲道理，你去打听打听，你秃爷跟谁讲过道理？我跟你们说啊，往后都给我盯着这干活，谁要是跑，我打断他的狗腿！大成，我看你小子还是不服是不是？啊，不服也得给我干活。走。大哥，没事吧？看看。哥，这个地方不能待了，再待下去，非得死人不可。大成哥，怎么样了？咋样了？想办法离开这儿。行，大秃那狗日的，我有一天我非收拾他不可。都愣着干啥？干活去。好。
干活去啊。快，拿盆拿水！啊，是啊，赶紧救火！救什么火？赶紧跑吧！啊！你还想什么呢？赶紧走！走走走！跑跑跑跑跑！听说了吗？老头出事了。没听说啊？没听说啊？不是啊。哎，啊，是你们采石场吗？什么采石？大通采石场被人查封了。不知道。哎，请你报警吧。反正。我不能让这小子再去害别人。可大同跑了，没找着。那火是咋回事？不知道。老乡，这是你老乡，便宜点啊。那行啊，那我就保本钱卖给你，好不好？两块。我们菜市场我认识人啊，很多。哥，这三样啊，好吗？别提了，刚开始在菜市场让人给骗了，白干了十几天，一分钱没拿到，还让人给打了一顿。现在好多了，在这里打小的工，每天就在这吃，还晚上就找个地方就可以睡了。喂，哥，你要是有空的话，我上我那店里吃我做的面去吧，咱老家的面。那可好，好久没吃面了。不过我得带上我那些兄弟，他们都是饭桶。来就好，我请客。哎，买了吧。啊，来，我来帮你。好，谢谢啊。没事。老板。从山东运来的，好天了，来来来，走吧，
我什么时候能见见未来的姐夫呀？啥姐夫啊？长得丑，但是人挺好的，凑合着过日子呗。以后啊，我还想回舞台上唱我的黄梅戏。哎，秀清啊，怎么好久没见到大成啊？哎，是呀，秀清，你俩好上了吧？看你美滋滋的，肯定好上了吧？什么呢，小红？可不是嘛，说，什么时候也让我们俩见见妹夫啊？快说，快说，快说！你敢泼我？对我们这些打工的人来说，一旦查出没有相关的证件，我们就有可能被送回老家。这回秀清赶上了，老板娘去想点子去了，可我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这心里啊，说不上是什么滋味。我叫我妹，她叫秀清。秀清，小春哥，哥你咋来了？他们把你也抓起来了。他们不让你走，我进来陪你。没人欺负你吧？我从秀清眼里看到了无助和恐慌，这种眼神在当时打工的人群里很常见，但我知道在我们心里有一种对安定的渴望，而且这种渴望会一天比一天强烈。你往前一点，后面有雨。最后还是老板娘把我们保了出来。秀清，秀清，秀清！哎，大成哥，你咋来了？你咋才把衣服拿来啊？我数了好几天了，又攒这么多。我不是怕你累吗？傻不傻啊你？人家现在是上班时间，没有时间跟你说话。等有时间的时候再洗嘛。秀清，我来也不是送衣服，我是想来看看你。秀清，秀清，那咋弄啊？要不我出去吧？啥呀你？现在正干活的时间，看见你在这儿，想什么样去啊？消息告诉你，啥消息啊？老板娘说，
我做得好的话，就把这个小饭馆让我管着。真的？真的。那你可就成老板娘了。小江。哎。小江，小江，你听过嘴没有？说什么呀？我从来没听过。我想亲你一下，你说行吗？啊，你就让我亲你一下吧。小强，哎，过来一下。来了来了。谢谢。小强。哎。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5级，受其影响，今天白天到明天夜间，巴士海峡、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东海大部以及浙江沿海将有8到10级大风。由于13号台风强度强、移动缓慢，浙江和福建沿海地区尤其要做好防范工作。快走啊！就一个车位上，干嘛呢？干嘛呢？快一点！这车菜是当天送上岛上的唯一车菜，因为台风，10天以后才会有其他的运菜车上岛。我们这车菜啊，卖了个特别好的价钱。老板为了感激我们，让我们赚到了进城后的第一笔大钱。可是我们并不知道，摸一下，打土一直在找我们。米超，这是啥？呀，结婚就帅了的，你小子真会藏。哎，起开起开！哎，等等，哎呀，大林哥，挣了钱，咋分呢？哥没说话呢，分什么分啊你？我不是这意思，我想拿上钱先去理个发。理发？想上发廊吧？啊？哎，你不是说你挣了钱以后给你媳妇买个大金犬的吗？啊？上发廊？找打了你！哥几个，要是照我说，这钱。咱先别分，啊，好钢得用在刀刃上。对，王胜，嗯，这钱啊，还是你把持着，就是咱们哥四个的财政部长。不是，我爹在大队上就是当会计的，我也当不，我不是会计，我是财政部长。哎哎，快走，快跑！怎么快走，快跑，王胜，走，你们就。走！
我要挣多多的钱。那时候，挣钱是我们到城里打工的唯一目的。在我看来，只有有了钱，才能过上好日子。现在想来，也许正是这要钱不要命的狠劲儿，才让我们在城里站住了脚。这次回老家，我给家乡的小雪捐了一笔钱，这笔钱是我替茂盛、二妞和喜龙一块捐的。这次你们两个可成咱们县的名人了。夏州啊，我在电话里怎么跟你说的？不是不让你声张吗？你非弄得满城风雨的。为家乡做了好事儿，应该的。哥，大成的脾气你也知道，你就让他悄悄地把这件事儿办好了，我们走了就成，千万别张罗场面。你呀，还是老样子。夏州，有两件事我得麻烦你啊。一个是，我准备带着他们娘俩回咱们村看看。还有就是，你帮我弄台车，我想去看看二牛。没问题。二牛的事儿，民政部门已经安排好了，在公墓呢。二牛的事儿，一直是我的一块心病。你能不能这样做，我真的很感激你们。二妞跟我出来的时候还是个学生，要不是家里穷，她没准也能上上大学，在城里也能找个体面的工作。可谁也没料到，两年之后，这个闷声不响的孩子会是那么个结果。俺们考上了，考上了，全乡第一，考上高中了。那是好事啊，这学费啊上高中可是贵了。你妈有病了，你家可有钱上？没事，爷，活人还能让尿憋死了？我们帮你，没事。哎，二牛，刚才到哪儿去了？俺给俺妹打了几分钟电话。又是你二牛？接什么电话？上工时间？扣五十，记上。老板，就几分钟。说什么呀，大成！你再说，连你一块扣。真是。那工头啊，真他妈混蛋！他也打工出身啊，现在混出来了，欺负上咱们了。妈，陈老当大老板，整死他！就是，到时候让他给咱打打工。嗯啊。许庆啊。哎呦，你辛苦的！自从你来了爷爷啊，我们学校这个生意是越来越好的来了。你们老乡经常回来捧场，这碗面的钱啊就不要收了。哎，哎，老板娘，我的面呢、啊？马上就好。大成哥，再给你们一碗面，老板娘送。哟，谢谢啊，真不好意思，老给你们添麻烦。那不是应该的吗？二妞兄弟，二妞兄弟。多吃点。姐，你做的面真好吃。可不，别俺妈做还好吃嘞。姐，谁要是娶了你、啊，你行。二妞，不吃蒜，不拉稀。吃面都挑嘴了。那个小姐，有咸菜吗？啊，有，你等着。好。面马上就好啊。二妞，来来来。二妞一夜都没回来，不会出事吧？不会出事，大爷回来。本周六。哎，老六，回来啊！二妞，你大爷怎么去了？没办法，家里等着永庆。那你该进的货咋办呢？要不给你请个假？洗脸吧。
我接着干。真后悔啊！那笔钱要是不给他们就好了。你就别后悔了。你说那钱要不交押金，那工头能给咱们给活干吗？没关系，咱们再想想其他的办法。我就不信，咱们几个老爷们儿还供不起一个读书的妹子。为了能多挣点钱，二妞每天半夜跑到别的工地去打夜工。工头发现了，把他给开除了。我万万没有想到，这样的打击会要了这孩子的命。你又来说情了是吧？我告诉你，这儿没你的事儿。老板，他是我带出来的，我是他大哥。老板，我不是你老板。兄弟啊，你已经不是我们这儿人了，你走吧走吧。留下我吧。老板，工钱都已经扣了，扣就扣了。可是人你得留下。我说大臣，我跟你说了多少遍了？老板，下面车等着呢。走走走。老板，走。老板，求你了，走开吧。老板，你别动手啊！你干什么？我不干什么。你大人有大量，你高高抬贵手，啊，让着孩子过去，把他留下吧。这种吃里扒外的东西，还不如养条狗。你就看在我的面子上行吗？你的面子？你大成算老几？你也不照照镜子，还真把自己当回事儿？惹急了我，你们一块儿走，走。大成哥，大成哥，铁亮，一看你那个窝囊样子，你还像个男人吗？大成哥。我离不开你们。好了好了，啊，别哭了，别生气，啊，回头我再给找他跟他商量商量。嗯。走啊！啊。为了二妞，我们大伙儿决定一起凑钱。这钱呢，算是借的，我这本上都记着。等到以后咱们发了财，还钱的时候翻一翻。大成。哎。下午跟你说的那个事儿清楚没有？清楚。那明天就按这样去做，好吧？嗯。二牛，他怎么还在这儿？我们这儿已经不留他了，让他赶紧走人。你让他上哪儿去？
不要脸的东西，走。爸爸，我不想走。走开。老爸，我妹妹在上面，我真的不能走，你不能这么对我。滚。老爸。二妞终于以自己的法事得到了解脱，她的死成了我心里永远的痛。我总是在想，要是当时我把她砍严一点，要是当时我能多挣点钱帮帮她，要是当时我不带她出来，我这兄弟就不会。这个时候我才知道尊严比命重要。发洪水了，城南边已经被淹了，三号拱地那就快不行了，人们都撤出来。
老陈啊，你已经来完了，赶紧来来来，都坐这吧，坐我后面，来来来，来，也都坐这吧啊。民工兄弟啊，咱们庆功会啊已经开过了，你们为咱家乡立了功，这一次呢，我代表政府来谢谢大家，顺便呢，我也带了一点咱们家乡的老酒，今天晚上咱们尽情的喝，放开的喝，我首先先敬大家一杯，好不好？来，咱一起喝。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第一次意识到，原来除了挣钱，人还可以有另一种活法，一种更快活、更得劲的活法。我忽然觉得，这个地方有点像家了。那些年，我想要做的事情太多，我们拼力气、花心思。终于在2003年的时候，我们自己给自己当上了老板。小龙，喂，毛胜怎么还没来呢？不知道，我去找找看。去找去找。而秀晴，在这个时候，也怀上了我们的孩子。等会儿你们俩唱一个。你咋不唱了？我不会唱。感谢两位这个精彩的演唱。那么在这里呢，咱们这个有山东的啊，还有东北那嘎子的，还有河南的，还有安徽的，四川的兄弟们来自五湖四海，四面八方，领导关心咱们，给咱们搭了这个舞台，请咱们的领导致辞，有请。父老乡亲们，兄弟姐妹们，我们民工艺术团为大家送戏来了，大家喜欢不喜欢？鼓掌！大成建筑工程队今天正式成立了，有请大成哥。这个大成队长，大成哥，今儿给大伙儿说两句吧。说两句，说两句。来，大成哥，来，这是干什么？客才来，钱老板跑了。不知道，找他要账的人都找他呢，怎么办呢？满世界找不到人呀！快快快说！给我几天时间好不好？大成哥，给我两天时间，我已经把咱家的钱发下去。你怎么的，老板？你怎么天拿不到钱，我也着急。我跟茂盛，我们都急得嗓子都急哑了。我大成这么多年来，什么时候骗过大家？我这块牌子在这立着，你们相信我。我知道大家都等着钱用，容我几天时间好吗？啊，你说用几天？三天，最多五天。我一定把钱发给大家。行了，到时候说话要算话啊。放心，大成哥是不会骗你们的啊。兄弟，我说话一定算话，好吧？好吧。今天一定过来。好，大家走走走走走走走。
我现在像谁啊？你像谁啊？你想自己吧？你还能像谁啊？我他妈想大兔！你喝多了你啊？大兔是什么人？什么人？混蛋无赖！你是谁？我给人家承诺，5天，如果我不兑现的话，我他妈不是大兔，我是谁呀？ 我就是下上刀山下油海，我要把这事办成了。你就是下油锅，你也解决不了，我他妈都解决不了啊！哥，哥，炮弹我身上，炸一个雷子。 钱来了，钱来了！哎，嗯，你哪来的钱？哎呀，你别管了，我什么不管，哪来的钱啊？哎呀，你就别管了，反正不是偷的抢的，不是偷的，不是抢的，是钱是哪来的？借的，管谁借的？哎呦，谁还没几个朋友啊？ 嗯，热死我了！老盛，这可不是小事儿啊！哎呀，行了，你们俩别急，你来了啊！那个我还没吃东西呢，渴死我了！马上就好啊！啊，行，白油水吧，渴死我了！ 出事了，警察来了！警察来了！警察来了！什么？警察来了！跟老总正在说话呢，说一会儿来找你。什么事儿？好像是什么钱的事儿。没事。别插嘴！怎么回事？嗯，没怎么回事。你不知道怎么回事？警察都来了。警察来了干啥来了？那我劝劝去啊！快点！我问你怎么回事？你跟我说实话。 你又惹祸是不是？你说不说怎么回事？我也没想到，我没想到那活的家伙他会报警。小青，青青，我估计三两天我回不来，你照顾好自己啊。 哥，你别去。哥，我来就行。我去。
你能，你去啊。嫂子，我一人做事，我一人扛，我闯得过，我去。后来我才知道，茂盛以预付工程款的名义，从老乡那拿了钱，被人家发现，报了警。我没有想到，最后救我的，竟然是挺着大肚子的秀清。事后茂盛告诉我，秀清悄悄找到了起诉我们的工头，往死里跟他们喝酒，恳求他们，最终让他们撤诉。被逼急了，以后你们办事儿要多长几个心眼儿。对不起，我没保住咱们的孩子，我走了。徐姐，你也不要急，个毛病其实我俩都难，慢慢养，总会好的。要不，我们跟大成说一声。你不好说，我去跟他说。还是等我病好了再说吧。我想跟他分开了，不想同来的。哎呀，徐倩，你千万不好这个想。像大成刚好个男的，你离开他，要么你到哪里去进了？再说了，大成他也不会离开你呀。就这样吧。今天正好是第五天，我说话算话。茂盛，把这钱给大家发下去。娘，不都着急要钱吗？钱有了，来。领钱了，抓不动了，嫂子不肯整了。老陈，你儿子不是着急的要结婚吗？来，你带个头，领着钱回家。啊？大成哥，有人看到钱老板了。钱老板在哪儿？在什么徐城？什么时候？昨天晚上。哪个徐城？大龙徐城。跟我们去，他找他去。走，快点，快点。安静。你干什么去你？你们干什么去？找那小子去。你是流氓啊你？那钱得要啊。现在不是要钱不要命的时候。你没看电视吗？电视总理都听农民工掏心了，我们要钱不正常吗？那是法律维权，谁让你捣乱了？我，你在这给大家发钱，我去看看。王胜哥，没错，就是二家。你们两个，
把眼睛给我睁大了啊。嗯，他一出现马上把他弄到车上来。知道了啊。大成都说了让我请他，请不到就算了。请啊，没说不请啊。但是你们俩不管用什么办法把他给我请到车上来，知道吧？行，知道了。行行行。请你喝酒，请你喝酒。你们干什么的？都啥的？这是？请你喝酒，好事啊！喝酒。谁呀？哎，大哥，请你喝酒，去去，走走走走。大哥，对对对对对，啥事儿啊？谁找我呀？啊，王胜哥，钱老板请过来了。马上。啥事啊？就工程款的事儿。就是那点钱，至于的吗？都啥？几个想绑架我？要不我拨个110？哎。大庆哥呢？想找你喝个酒，都是喝酒。嗯，中。那我开我自个儿。别别别，坐我们车吧，不要酒后驾车嘛。啊，上上。坐你们这破车，你让我坐这个车？嘿，钱老板上车。中。哎呀！啥人啊？救命啊！都啥呀？这是，我这又是高血压又是心脏病的，你们这是把我往死了整啊！你们这是违法呀！我上公安局，我告你们去！钱什么钱？你就不违法？你不违法吗？你不给钱，你不违法吗？人呢？站着！站着，班长！啊！你们可真行，怎么给整缸里去了？不给。不整缸里还给钱？给整缸里。哎呀，这是，哎呀，不整缸里给钱。哎呀，哎呀，你小子真损啊你啊！我们兄弟那么多人，没白天没黑夜的给你干，干了几个月，你一分钱就不拿，你就跑了你啊！啊，你怎么这么损啊你？你跑了和尚能跑得掉吗你？大哥，饶命！你别他妈叫大哥，不给钱叫他们爷爷没用。你给不给钱？给不给？我是真没钱呐！你们说，你们说，我要是单位有钱，我能不给你们呢？啊！你瞧我开那车，那是借的。我住在西城，是因为我房子没了，我拿那儿当家了呀。是，哎，啊，不是，是，是，请，请，是。你上去不？你不让他不说，不给钱。行了，行了，一会儿憋死了。来，哎呀，哎，你，哎，我穿上线，穿上线。哎呀，哎呀，大成啊，我是真没钱给你们的。这么着吧，我钱是没得给，我走这条命，给不了你们钱，我也都别活了，我自个儿自个儿算了。别管他，那再上来，他憋死了，憋死了，姐，他不就喜欢装吗？我给他数数，一、二、三，别他妈四、五、六、七，哎，起来了你，哎，啊，起来了，起什么呀你？哎呀，行了行了，出来吧出来吧，我管你叫大哥行吗？来来起来，我不，给他整出来呀，出来出来，我还要死，来来，我还要死，死，没门了你！行了行了，快起来起来，走，哎呀。我不过了。老钱啊，别记恨我这两个兄弟，嗯嗯，都是被你逼的。来，来，我们哥仨，我给你压压惊。好。大成哥，嗯，兄弟们都已经找去了，你别太着急，再等等消息。接着找，一直找到为止。行，我先去了。来，嗯，大成，走啥？要找人呢，还不让你害着吗？找人，你咋不登个寻人启事呢？咋登啊？嗨，那电视上，电视上，报纸上，你登个豆腐块文章，谁看见谁不就告你了吗？哎，好主意。你总算说句人话了。等。哎，打明儿起，咱天天等，一直等到回来为止。等。大成，嗯，你这个兄弟，我要交。为啥？你重情义。嗯，钱呢，我是给不了。这么着，别人呢欠我钱，
拿个工程给我抵债，我把那工程给你，咱们一起干，中不？中个屁呀！我们要现金，对不哥？你先别说话。老钱啊，接着说。他呢，欠我钱啊，半年了，也没钱给我，给了我个工程。这么着，我没有工人呢，你呢，带你这帮弟兄们跟着我一起干，挣了钱，咱们就五五分成，中不？五五？你舍得吗你？你，钱大哥，那我可就再信你一回了。我这可是掏着心脖子说的话呀！来，我们哥仨砸一个，砸啥呀？刚从水缸里捞出来又砸我？砸个雷子，喝酒。哦，干一杯！干！钱老板的工程是一个好机会，靠着诚信经营，苦干实干，我们的工程是越做越大。早就去城里面了。喂，爸爸考考你啊，你看那个网子是干什么的？不知道。笨蛋，那是抓鱼的。哎呀，爸爸小的时候跟茂盛叔叔就在这条河里游泳，有一次为了救茂盛叔叔，差一点没被淹死。是吗？嗯。我在寻找秀清，秀清却躲着我。后来他说，他每一天都看报纸上的寻人启事，就当是见了我。茂盛，茂盛。别跟我装糊涂，实话告诉我，这质量到底有没有问题？问题嘛，有，但不严重。茂盛兄弟，没那么严重，不对吧？大成啊，这个事儿最好还是别传出去。为啥？你想，眼下咱们公司是越做越大，我那儿这正申请资质金鸡，万一传出去，那不走前功尽弃了吗？公司怕丢人，怕丢人就别干那丢人的事儿啊！老钱，咱们是一点一点干到今天的，容易吗？凭的是什么？不是人为的事儿吗？这事儿我搞定。你怎么搞定？我怎么搞定？别问老钱啊，老钱以前这种事情干得多了，对吧？是，以前是有那么糊弄局的，可眼下都是百年大计、千年大计，谁敢糊弄？我本来就没想糊弄。不过，大成，
这要是真反攻，这钱可花的就海了。咱们是不是跟那个几个董事再商量一下？不用商量了，质量问题不用商量了，我说了就算，该花的钱就得花，伤天害理的事儿咱不能干。喂，谁呀？说说你怎么拿主意啊？你又想好又想巧，养个老牛不吃草，你问我干嘛？你问老钱去啊！现在是让你给我拿主意的时候，我能给你拿主意吗？你不要诚信吗？你要诚信就得反攻，要反攻就得增加成本，增加成本要多少钱？你有钱吗？我知道，你是为了给我省钱。可是质量上该花就得花。我告诉你啊，记住了，从现在开始，不管什么事情，一定要跟我报告。行，我明白。徐姐，妹妹叫吃，或许吃个娃儿门脏，我再给你整。想要的话，佳佳，等我毛病好了，我们还一起工作。嗨，我的两个儿子啊，都已经出国了，他们在外面已经成了家，让我出去，我还住不惯呢。我什么牵挂也没有。你呀，就住这儿吧。秀琴，我真羡慕你啊！你看大姐像娘养的疼你，还有个男的疯了似的对你好。姐姐，你也好啊！你人长得好看，戏也好，心也好，也有那么多男人喜欢你，你以后一定会过得很好的。什么好男人？走着，你是说老李吗？他去哪里了？好，我们不说这个了，来喝酒。十年前我们不说过吗？还想回舞台上演出，现在有这么个机会了。我们县剧团啊，正在改制，要把我招聘回去，还让我主演女驸马呢。为救你郎离家园，睡了黄榜中状元。秀琴啊，遇上这么个男人不容易啊。干活啊，必须停工整顿。为什么停工？为什么你心里不清楚吗？我都搞定了，我把那项目一项一项一项包好了，那大红掌子都盖得差不多了。你不要以为你私底下干的一些什么事儿别人不知道，你是在犯法，我是怕你坐牢，你知道吗？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你我不说出去谁知道？老天爷知道，你我的良心知道。你别跟我说良心，我们现在说的是啥？是经济效益。你凭什么要听我？凭我是董事长。陈董事长，你不要忘了，我是这个项目的经理。我可以罢免你。你没这个权利。我是所有股东大会里面选出来的经理。你要做人是吧？你要做人就不要我们这股东的利益了啊！你要做人，你想把公司搞垮了吗？没想到这话从你嘴里说出来。老师，你眼里还有没有我这个大哥？有。没有？哥，哥，我不是你哥，没你这个弟弟。不管怎么样，你都是我哥。我们弟兄几个离开家十几年，辛辛苦苦打拼，这不容易啊！
哥，我是穷怕了，咱们没钱行吗？我们不能要钱不要脸。老师，我跟你说了多少回了，你怎么突然就不能改变啊？当初人家不把我们当人看，我们他妈死乞白赖的想当个人，人家现在看中我们了，把我们当人看了，我们自己却不把自己当人看。你想想吧，你眼睛里只有钱，没钱行吗？我们如果要是当初有钱，我们会离开家吗？如果有钱，我们会像苗兵一样像狗一样打吗？如果有钱，二舅会死吗？你给我听着，从今以后别跟我提二舅，从今以后我们不是兄弟，滚！好，永远不是兄弟，滚！永远不是你这个滚！我道歉了吗？茂盛带着喜龙走了，就在这个时候，老板娘却突然给我送来了休请兵中的消息。秀清，哥，哥，为什么？你为什么要这样啊？啊？不哼不哈，说走你就走了。大家都以为我对你不好，一走就是两年，家里家外所有的人都在问我，都在管我要人。你知道我这两年是怎么过的吗？孩子没了。孩子没了又怎么样？啊？只要你身体好，咱们可以再生啊。再生一个大胖小子，哥，我知道你想要个儿子，我也想给你生个儿子。上回孩子没了的时候，做了个手术，子宫啊这些都摘了。什么？我再也生不了孩子了。怎么会这样？那你怎么跟我说呀？啊？啊？我怎么告诉你？我知道你那么想要儿子，咱妈那么想要个孙子，我那么想给你生个儿子，我怎么见你？你让我怎么见你？哥。我身体也不好，我真的不想再拖累你了。你再找个好人，好好过日子吧。我求求你了，你别再找我了，我妈的。没孩子怎么样？没孩子，咱们俩就不能过日子了吗？没孩子就不能过日子，我就不能跟你达成在一起。没孩子，我跟你说，我受不了，我不能不跟你说这个孩子。
这么想。你忘了哥跟你说的话了，哥要一辈子对你好，一辈子都对你好。来，秀清，秀清，你别吓我，秀清。你别吓我，老板娘，老板娘，小青，小青，你别吓我，我不能没有你，小青啊，老板娘，快叫车啊！这两天，哥找你找的多苦啊，啊！不能离开我，现在只剩下我一个人了。茂生走了，西龙也走了，你不能离开我。小青，你不要怕，不会有事儿的啊。不会有事儿的，哥，我想你，哥，我就是想跟你说我想你。我也想你。后来，我帮着秀清收拾东西的时候，偶然发现了这个盒子，茂生离开我们以后，带着喜龙去了深圳，现在和香港人合资开了一家电子公司，当上了老板。去年我们兄弟仨还聚在一起喝了酒，茂生和喜龙也都在深圳落了户。秀清出院以后，我们领养了一个闺女，名字是秀清取的，叫花儿。看着花儿的笑脸，我终于明白了，我们走了这么长的路，到底是为了什么。现在，我又回到了当初我们离开的地方。回想这一路走来，这一切就好像发生在昨天。这次走啊，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了，也不知道回来的时候咱们是咋样了。发了财才回来了。发了财了。昨天我跟我老师道别，学校的教室又塌了。俺老师说，等你们赚了钱发财了回来，就给学校捐一间教室。捐一间教室？我发财了，我捐一排。我，要我捐，捐一个学校。
哎，大正哥，你别笑啊！你捐什么呢？你们都捐学校了。嗯。那学生毕业了干啥去？我要是有钱啊，我就捐个工厂，让那些学生到我那去上班去。行啊，这个。那你捐钱，你捐多少？我捐一百万。我们学校的学生都去大成哥的工厂上班。上海今天是第一次出去打工，我是阜阳泰和的，今年到上海去打工，是搞建筑的。上海打工，小组，我是阜阳利新人，去上海打工，啊，从事厨师行业。